各位同学，早安。我是刘晶晶老师，很久不见了。我们之前以为只是放假一个星期啊，没想到我们国家哈，全世界啦哈，都发生了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严重传染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就在家里待了这么久。所以呢，我们沙登二校呢，还有其他学校也是啦，全马都这样呢，就有指示说，请老师们在家里给同学们一些功课。OK，所以我也是会给同学们一些功课的。那么，可是，在给功课之前呢，我们可以来线上的上课，这是刘老师的第一次尝试，希望进行顺利，也希望同学们呢，在家里呢，也可以报这一个半轻松，还有也要强制的这个专心的坐在电脑前面哦，一起来上这一堂课。因为我们可能如果准时的话，我们希望是下个星期三，也就是4月1号，我们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那如果那个疫情无法受控制的话，可能还会再拖更久。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来学习或者一些复习呀，来跟上一点进步会比较好。然后也希望各位同学呢，就遵守我们国家的这一个行动管制令哦，都待在家里，然后也把握时间，好好的做复习。好，那说了那么多，今天我们会来到我们的单元九，写作的八宝袋。然后本课的课文呢叫《无形的篮子》。那如果同学们之前还记得的话呢，我们有说到那个四月中啊的4月20多号的考试呢。我们将会是在考到华文考到单元九，所以呢，其实我们已经7七8八可以赶上了。希望我们开学回去呢，可以把那些功课都追上来。OK，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前呢，请同学们呢，确保你们手上都有一本你的课本会比较好。当然，等下我也会展示出我们的课文，可是还是自己手上有课本比较方便。然后，如果这个是一个视频，不是 live 来的，已经预录的。如果你觉得有点快啊，还是什么的，你需要和身边的家长啊、家人交流一下，你也可以按 pause 哦，暂停，然后做一些准备啊，一些额外的活动都可以，会穿插告诉大家等一下。OK，好，所以我们来开始，在我们开始上课前，老师先梳理一下，告诉大家。我们这一课呢，将会进行什么线上的上课的活动会有什么呢？好，第一，等下我们就会在抽出我们课本的这个单元开端的那个说话的活动哈，我们会朗读那位那个郭建军先生的《我的小竹篮》。OK，为什么课本会选了这一首诗，这首像散文那样的诗呢？是因为我们本课的主题跟篮子有关。好，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做这个说话的活动哈，所以这样子的线上活动也不错，我们有很充裕的时间。这影片待会儿如果录得很长，你也可以分几个时段去把它听完，尽量一次过来。如果吃力的话，也可以分几次听。好，我们待会儿还有第二个活动呢。老师准备了一个活动啊，我觉得像游戏，可能你觉得不是很像游戏。那游戏叫采蘑菇游戏，是跟我们的课文写作素材有关。这个所谓的自行操作呢，就是说，我已经把那个活动呢拎到去，那个Facebook 那边哈，我已经 share 上去，待会我建议这一堂课所有的活动呢，你都要用那个电脑。不要用电话啦，因为电话可能比较难操作。我觉得你用电脑进行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所谓的游戏呢，是老师的一个尝试，用一个 PowerPoint 的方法做出来的，所以用电脑操作会比较好。待会我再给大家去看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朗读课文，所以我们本单元的课文叫《无形的篮子》，是尤金写的。尤金是新加坡的一位作家。好，朗读的课文呢，我们就会先去读这个课文里面有的成语6个，去理解它的意思，然后呢才会去讲解课文。OK，当然课文有一些部分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快速带过。然后最重点的是在第4到第6段，就是作者怎样去
去描写，就是详细的说他怎样去收集写作的素材，还有就是我们会朗读其中的一个段落，待会有 PPT 带领大家朗读。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已我老师也已经把它发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一边有一个 link， 所以呢，你们可以按来回答。可是这个 quiz 啊，这个问题，我建议是先读完这个课文理解了，或者你自己读，或者是你看了这个影片明白了才去回答，因为有一点点难度了，觉得有12题而已。Okay， 然后必须 log in 自己的 account， 写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记录，给老师看看谁已经答了，然后谁答对多少题呀、啊？这个有一个记录的一个自行操作是另外一个网站，待会我会再讲解。好，然后接下来回答理解题，这个你可以过后做，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停下来做，做完了回到来这一篇呢，老师会继续给大家讲解这一课的生字新词，所以你除了课本呢，你也要准备你那个蓝色皮的那本生词表，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注重在生词表的 U 部分的那个构词，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讲，既然现在是线上的，你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来听，我希望大家都认真的把它听完，我们一个一个去看那个主要的字啊生字怎么去构别的词语，课文以外的词语。好，然后呢第八项我们会写生词，当然这个生词我就不是叫你在这边写哦，你自己安排时间在我们开学前进，你的生词不应该是在你那边吧，本课有11个，所以你就看你那个生词表写生词，自行操作就自己写生词，开学才教听写我们先不要理题时啦，先写生词。然后第九呢，本课我们也会学到关联词语啊，这课文里面我们有用到两个，第一个叫不仅还，然后第二个叫一旦变，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解这两种关联词语可以怎样使用。好，还有当然少不了华文作业，如果没有记错是在你的手上啊，所以这个单元九呢的华文作业是要做完它，整个单元我不知道几遍啦，因为老师现在人在新加坡被困在这里回不到去厦门，所以我手上也没有作业啊，我不记得是几遍的，你们就整个单元九把它做完，就算那个理解题如果是自己写的也要做啊，不确定是这样。好，现在我们就OK， 我们先进行第一个步骤吧，等下我们还会一直回来看这一页哦，我们先来到课本的，请大家看单元九的第那一页哈，郭建军的文小组班。OK， 我在电脑里面有课本，这个应该是在第63页。好，请同学们看你的课本第63页。好，也做的八宝袋。那既然是朗读活动呢，当然不是你听我讲而已啦，我们大家一起去读它。在这个篮子它不是菜篮哦，它是那个采撷处，也就是说出外去采集东西，把它放在里面啊，也算是菜篮啦。你采蘑菇也好，采你去买菜也好，就收集到的东西把它放进来。好，中国的郭建军先生，我的小竹篮，请大家跟我同步一起读哦，像平时上课那样开始。妈妈，我的那只小竹篮呢？那只曾经装过蘑菇、野菜，挂在弯弯的牛角上，伴我走进你慈爱的臂弯的小竹篮呢？请你帮我一起找出来。我一早起来就很想去采顺，采好多好多红的、蓝的、白的、黄的春天回来，采好多好多阳光、白云、绿风和欢笑回来。妈妈，我的那只小竹篮呢？好，就这样的一首短短的诗，就像散文那样。为什么像散文？因为它每一句都很长哦，像句子啦，就要把用诗的方式列下来分开。然后其实这个课本要求我们要读出渴望和喜悦，可是老师呢没有示范的很好啦，没有朗读的
到那个渴望和喜悦的感觉。所以如果同学们呢自己在家里朗读呢，是可以把它读得更好。然后当然我们之前那个朗读的那个点评活动呢还是有继续进行的，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录的音发给我，然后老师会进行点评的活动，鼓励大家多多参加。所以我们讲回这个文章呢，所谓的那个采春哦，就是说春天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们带这个篮子出外去采集东西，可能是采集蘑菇啊，或者到郊外去采集野菜啊之类的。所以这个这个作者所涉事的呢，主角呢他是在一个郊野或者乡区的地方吧，所以他去采春，采了好多红的、蓝的、白的、黄的东西回来，可能是蔬菜。那春天是采不回来，那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带着一种开心的心情回到家，也把阳光、白云、绿风和欢笑都采回家了。所以他告诉他问妈妈：“我想要出去做这个东西，那他的小竹篮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全世界的那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赶快解决，那大家可以开心的出门去。好，那我们读了这个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刚才的这个。好，那就是第二项呢，就是热身写作素材采蘑菇游戏，这是刘老师我自己做的一个像PowerPoint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呢，我也不懂算不算游戏，我觉得还可以啦。自行操作说你必须去那个 Facebook 我已经发了那个 link， 你可以去点击 download 下来，下载下来来玩一下，是这样子也采蘑菇游戏。那这边有一个 link， 你玩了过后请在下面留言。哎，那这个我建议你是在读课文之前去玩，然后你就凭你直觉来猜一下里面哪一些蘑菇你要采。当然你读了才玩也可以，给这边点击，然后下载，可以download两个后你就点一下，然后等它运行。OK， 好，开了。那开了过后呢，这个是没有人修改，好，换来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这活动是这样子的，你今天假设你走出门，你和作者一样，好，那今天你去采蘑菇，那这不是普通的蘑菇。这蘑菇就是说你走出家门，你所遇到的人啊、事啊、物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了过后，你觉得哪一些是适合留在你的篮子，你心中的篮子，以后给你做材料、写作的材料呢？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与别人谈话的内容，我也可以写进去我的故事、我的文章里面啊，应该是吧？那你就点击，不要点蘑菇。你看这个蘑菇这边它会变箭头，没有东西，你要放在文字上面，它会有一个手感一点的。哦，对了 ，OK， 所以它正确的话，它会放进去里面。这是一个小小游戏，有十种啊，这边总共有16，那答案有10个 ，OK， 那你按再采，它又重新回到这一边了。这是我的能力问题，我只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那没关系，反正与别人谈话的内容每一天都有，所以他回到去也还可以。你自己记得你这样子顺着方向去选，选了你选了几个总共是10个。那比如说你选错的这个故意与人吵架去找素材，因为今天没有东西写，比如说老师是叫你写周记，因为都是要写，然后结果你就故意和别人吵架，别人吵架你就写一点周记，这样子故意做的。No， 哦，那个当然丢掉了，这种是不好的材料，我们不需要把它记着。OK， 好，所以再采，那你就这样子顺着去点，你自己知道大概是10个过后，你就可以它来到这个主页，回到了你的案板上。好，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OK。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的课文了。OK， 我们要先开始朗读，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好你的课文。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文，刚才63页，现在是64页。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新加坡的作家尤金，他所写的《无形的篮子》。所以呢，所谓的朗读，当然不只是我在读，你在听，和平时一样，希望同学们可以跟着我同步一起齐读，跟我一起读同步读
可以吗？好，请你准备好你的书本和你的嘴巴和你的眼睛，我们一起把它读好。OK， 准备开始。一，无形的篮子。我有个美丽的篮子，随时随地挽在手上。它是无形的，我用它来装写作的素材。每天出门时，篮子里是空的，但是一和外头的世界接触了，篮子便一点一点的满了。篮子里的素材多半是我刻意捡拾的，不劳而获者少之又少。譬如说，和别人谈天时，我留意的不仅是对方的谈话内容而已，我还仔细观察对方的衣着、谈话时的眼神、手势、表情以及使用的口头禅。人之不同，各如其貌，因此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辛勤的收集，日积月累的成绩十分可观。一旦你要为你的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时，平日搜集起来的这些材料便可大大的派上用场。有时走在街上，我也不让双目闲着，卖花的、烫面的、补鞋的、油漆的、打钥匙的，各行各业自有不同的谋生方法。一边趣味盎然的作壁上观，一边把他们的动作和语言一项一项的收进篮子里。闲暇时到名胜地去观光，我在畅游畅玩之余，总不忘把双目化成刀子，将名胜区的特征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妥妥当当的收进篮子里。闲来无事时，掀开盖在篮子上的油布，向内一瞧，啊，我看到嫣红姹紫的花，以一束的繁盛来体现春的绚丽。我看到了夏天的夕阳化身为刷子，将湖、将河修得黄澄澄、亮闪闪。我看到了秋叶壮烈的自焚，而带来了满人间的秋色。我也看到了漫天飞舞的雪花，硬硬地使不老的青山白了头。这个应该是读逼啊，逼使啊，逼声。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都齐备，要用时伸手往篮子一掏，灿烂的景色有，萧瑟的景色也有，从不缺乏，实在方便。这只无形的篮子有个很可爱的小别号，它叫做未雨绸缪。篮子里的素材也许暂时用不上，但是有备无患，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所以把素材收进篮子里时，我绝不耽搁，我从不考虑它在眼前的实际功能。有嘛，绝对收，没有呢，便去挖来收。在写作这码子上，在写作这码事上，我绝不宁可绝景。这篇有好多的成语，好多的生词，我们慢慢的了解。它有一个词哈，修啊，那个夕阳啊，夏天的夕阳成为了一个刷子，将那个湖啊，将河修的修就是油漆啊，油漆把漆涂在修上啊。这个字为什么它特别著名？是因为你们今年还没有学这个字啊，想学应该还没有学，还特别著名。好，那这边这个生词表我们也先来那个念一遍哦，念一遍。好，那读一读哈。这个素哦，OK， 我们读两遍吧。素，素，请跟读哦。
屁屁某某侠侠妥妥仙仙邓邓文文伐伐战对不起啊平舌战战单单喝喝好同学们不要只是读罢了哈，那也大概记一下在文中呢这个是出现搭配什么的，这个素哦它是搭配那个素材啊，素材这边我先说啦，素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见这个字哦，你在有一些餐馆会看到它们出现啊，这个就是那个素食餐馆，为什么素食叫素食，这素呢它不是 vegetarian 的意思哦，不是那个吃菜而已的意思，素本身原本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很简单的很朴素的简单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人家吃素他没有吃肉啊，没有吃那种很丰盛的那种物质的东西，所以吃菜吃的很简单，他们就叫素食。那比如说你参加那个有些人那个丧礼哦，我们穿暗色的那个白啊灰啊黑色深蓝色的衣服，那就是素色的衣服，就是简单朴素的意思。Okay? 在这个文章里面呢，我们说素材，素材就是那个你生活中看到的最简单的材料，最简单你看到的一件事情，很小的事情你把它都记起来，这些都是材料，小事材料。那第二个 P 这个呢这个用处呢比较少，它跟那个它在文中是配如，譬如，譬如就是比如的意思啊，我们比较少用，譬如就是比如。然后这个谋，谋你可以看到它是言字边，当然有些同学应该有听过这个字了啊，谋就是那个想办法，以前可能就一开始说我们用嘴巴去讲啊，去告诉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国家的军师啊，他去告诉王帝，他给他一个谋略，给他一个方法，想去解决一个危机啊，打仗那一些，所以呢用言语来告诉他谋略，就是一个方法，或者是找。比如说我们文中的那个谋生啊，各行各业的人谋生，谋生就是找生活，找那个钱，找生计，所以就是想办法去找生计。好，这个侠日这边跟日子有关，现在我们所有人待在家呢非常有空，非常很像很多闲暇的时光，日子好真好过还是好难过不知道，就是日字点闲暇的暇很有空。好，妥我们常听到妥当，妥妥当当就是适合的好好的。然后这个掀开就是你拿手把一个东西慢慢的拿开拉起来看，这个叫掀开。邓这个邓就在文中呢我们拿来做那个颜色的。那这个字呢其实它不只是有邓这个音，我们常见有那天有同学问老师那个写作文写错了，有老师叫他们澄清就改正的意思，那是另外一个读音读成，在这个课文里面它的音比较接近是这个邓邓字，那可是因为有变调了，黄邓邓在这边，因为后面两个 ABB 我们读第一声，等下再给大家看一个辅助资料。好，然后这个焚烧的焚 ，OK， 乏缺乏的乏，暂时的暂，然后最后两个字是搭在一起用的，耽搁耽误了。像我们因为现在这个行动哦，我们全世界都有这个肺炎哦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停课停工，我们没有办法啦。也不是说谁的错，可是我们很多工作学习都被耽搁了，就是耽误了，搁下来了，停下来了。好，讲回这个邓哈，这因为这个是一个 ABB 的字哈 ，ABB 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华文里面给大家看回去，这一段哈，黄灯灯是吧？
因为以前同学们最常学的一个叫绿悠悠吧，那个油啊，营养那个油变成油，绿油油。老师们说，如果是 A B B， 就是前面一个字，后面两个重复，这个是 A B B A B B， 后面都要变第一声。那比如说这个呢，是不是读亮珊珊呢？不是的，这个却读回原调。然后老师有一个资料哦，如果在这一边，这一边这个有一份资料说，很多人就在争议啊，其实。那个 BB 是要读回原调还是要变调读为音频呢？音频就是第一声。那然后有一些专家有解释呢，好像你看，其实如果你读得很慢的话，比如说这个黄灯灯哈，我们读到很慢，我们是可以把它念清楚的话呢，读音很清楚，其实不变也可以的。为什么有同学那天跟老师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黄灯灯还是黄灯灯？那我们这语音里面哦，是很不清楚的。为什么要变调呢？是有些人觉得比较好听，比较好听，然后念起来也比较顺口，然后它是一个北京人的口语的习惯。好，那当然是说可以变，给它变好听一点。那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情况不变的。好像这个有电视台哦。播音员有念原调啊，行。然后呢，他们有人提出近年来就说，我们其实这个 ABB 的有一些字哦，其实不变也没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人读黄澄澄，有人读黄澄澄？你看这个啊，一开始讲，比如这一些，他们一直在争议的哈、啊。这只是一个额外的知识，如果下次们遇到别人讲一定要读黄澄澄，说黄澄澄是错的话呢，可以。提醒一下，其实它都可以读几种音调的、啊、我是没有强调的讲这个东西的、啊、这个我们看出来。好，题外话，那我们又回到来这一边 ，OK？ 好，在我们讲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文的成语六个。好，就在你的课本的下一页67页这一边。好。OK，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如果你觉得累了，要想个遍，要暂停一下可以，可是请确保你过后回来看回这个影片哦。好，这是老师用心制作的影片，希望你支持。然后接下来这个成语六个，第一个不劳而获，我们应该都蛮常听到，就是你没有付出劳力，你没有做什么，却突然得到了一个东西，不劳而获。OK。它可以是用来讲好的东西，也可以讲不好的。不劳而获，比如说，哇，我来到这一边，你就请我吃午餐，我真是不劳而获，一种幸运。或者说反面的，也是有一些人呢，他不想做工，他就等着别人给他好处，这种就不好的，也叫不劳而获。OK 啊，第二个日积月累，就是说一种东西呢，天天越积越多。比如说我们的功课啊没有做的话，或者说家里的家务没有做啊，日积月累，每一天每一个月累积下来越来越多的意思。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作壁上观，哎，就是说你有一个墙壁嘛，然后你在那个墙壁上坐着啊，然后或者说你攀上去那个墙壁，你看过去隔壁，看出下面。那些人在做什么？你看到了，然后你没有动手去帮啊，还是什么？就是袖手旁观，没有插手的意思。那这一个成语一般上呢，他们是用来讲那种比较贬义，就是说你作壁上观，你没有来帮我，你真过分。那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呢，作者把它用成一种普通中性的词 ，OK， 就是说等下我们会去看哈。OK， 然后这个未雨绸缪，如果刚才那个文章你读了，你记得的话，他讲的是那个男子，他给那个男子取的名字。未雨绸缪跟我们那个马来文的一个主语是一样意思的，就是说the dear gan ba yong si bu long fu jian， 就下雨前你准备雨伞。那未雨绸缪，绸缪就是准备的意思，在一个坏事情发生前。或者有需要的事情发生前，我们先准备好一切工作，以防万一，就是发生的时候，
们如何措手不及。有备无患，它就是应对着这个的。当你有准备了，你就没有患的意思呢，就是那个不好的事情。Okay, 当你有准备，就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啊，做好准备。最后一个就是反义词了啊，这种人跟这种人是相反。临啊，就是到达，渴口渴，绝就是挖挖那个水井。就是说有些人呢，他等到他口渴的时候啊，找不到水，他就在地上那里挖一口井出来，可是已经太迟，等他挖好他就渴死了，这就是 last minute 最后一分钟的人。哎，整个有这主要这六个成语，等一下我们先梳理的去读我们的文章就会比较顺利。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一起来研究我们这篇课文到底是讲什么的。哎，尽量哦讲重点啊。那等一下我们到第四段和第六段之间我们才详细的讲我们的课文，在这边可以好上回去听64页。好，大概我看大家都懂了，无形的篮子，我有一个美丽的篮子，我是随时随地都把它挽在我的手上，什么时候都带在手上的，它是无形的，没有形状，看不见的，我用它来装写作的素材材料。每天出门的时候我的篮子都是空的啊，为什么每天早上它那个篮子会变空呢？之前都装了好多啊，这个我们这边就不讲，老师已经把它弄在那个 quiz 的题目那边，你可以去猜想一下。哎，好，可是带着空的篮子出门呢，和外头的世界接触了，他那一天他的篮子就一点点的满的，然后篮子里面的素材呢，通常多数是他刻意去捡拾的啊，去找来的材料来的。通常就是说要靠自己的注意力啊去观察身边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注意呢，你就没有材料，你注意了你就等于说把它记在心中，你觉得这个材料这个故事这个人所做的东西很有用，可能我把它收起来给他写故事啊，写作文可以拿来当成一个故事来写这样子。那不劳而获者，这个者不是人的东西的意思，那些就是说有些材料如果说突然间跑到来我面前然后我突然发生的事情成为我的材料，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很少这样，通常是我自己主动去观察。举例譬如说和别人谈天的时候这边是第四段的，我们可以开始继续讲。和别人谈天，我留意的不仅是对方的谈话内容而已就是说我和别人聊天，我出门然后不只是注意对方跟我讲了什么，我还会仔细的观察对方的衣着，穿了什么，今天人家穿什么又忘了什么事，有没有关系啊？等一下我们看，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他那个人讲话的时候啊，他的眼神啊，他手势啊，手做了什么动作，他表情怎么样啊，眉毛是不是飞起来啊，口水是不是喷出来啊，还有使用的口头禅口头禅就是那个口头禅就是一个人他常常把一句话放在口边，你每天看到他都讲同一句话讲很多次，比如说最近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头禅，我真的很喜欢讲，就是那个弯弯啊你以为，就成为了大家一个时候的口头禅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这个作者他说和别人交谈他会注意人家的一些东西吧。那他说人之不同各如其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样貌和形象，所以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啊！你看到不同的人，你就接触到不同事情，观察到不同的那种面貌。所以他这边讲心情的收集，日积月累的，就是说他用心的去观察身边的人物然后他越来越多，过了越来越多天，成绩十分可观。那这成绩是什么呢？不是说他有读书啊，有比赛啊，也不是说他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不是，这边还没有讲他写文章，就是说他收集的材料越来越多，那个成绩是材料的数量十分可观，可观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可以看的数字过得去了，很好了。所以一旦那你收集这样多人物的那些，你记下来干什么呢？人家穿什么？他是讲如果比如讲你以后有兴趣当小作家，当然你不要当小，你现在写作文，你做一个小学生，写在你的周记啊，你的作文里面。
当你要写一个人的形象的时候，你要去塑造他，给他更立体，更像一个真的人，很有特别个性的人，你就可以用啊，怎样去写他的衣服啊，他的发型啊，他讲话的那种摆动啊，那种发型啊。所以当你平时多观察，就算你今天写的小说要写一个假的人，你也可以用你所认识的人嘛，所做过的事情啊，他的外貌，可以大大的派上用场来写了，这样的意思。哎，好，所以这个第五段啊，有时走在街上，我也不让双目闲着，我就算逛街吧，我的眼睛都看左看右，不得空的，不得空，一直看一直看，看那些卖花的人，看那些烫面的人，烫面我们如果你吃干拉面，可能不知道是那些小贩的，看补鞋的人。路边补鞋的，看那些油漆工人啊，看那些帮人家印打印钥匙的人啊，各行各业各种各样都有不同的谋生方法，他们全部有自己找钱，找钱就是有自己做生意的方法了。当然，作者看的不是看人家讲赚钱的，作者看什么呢？看的是人家在做工的时候，人家的动作，那人家做那个动作，还有他讲的话跟顾客讲的话，好，所以。他看的时候呢，他就是趣味盎然啊，就是他那个很盎然的意思，就是很浓厚的 ，OK， 很有兴致，浓厚的兴趣啊，就是很感兴趣的在那边坐壁上观。当然，他不是坐在墙壁上啦、啊，他一直是一个形容，他就站在旁边看人家。所以这个词并没有说不好，中性的。就讲他在那边看人家，然后把人家的那个动作语言啊一样一样的收进他的篮子里面，当然这不是真的篮子啊，就收进心里面记起来，改天可以写作用。好，接下来的作者呢，除了平时喜欢上街呢，他也喜欢去旅游啊。这是第六段，我觉得这一段比较复杂一点。哎，闲暇时很有空的时候，他就去名胜地区观光旅游。我在畅游畅玩之旅啊的时候呢，就是说除了玩啊，我也不忘把我那双目哦化为刀子，把眼睛变成刀。这边好像用了一个修辞哈、哦、，OK， 你像在 quiz 的里面去看一下这一题，你觉得是什么修辞呢？好 ，OK， 把双目化为刀子，那眼睛变成刀，然后眼睛嘛、哦、将名胜区的特征。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它不是把整个名胜地，如果你讲拍照啦，拍下来到两分有用，它是看到那个地方最特别的那个特点哦，它就用你的眼睛把它切下来，就是把它记进脑海里面，它的眼睛会 print screen 然后用相机，然后记下来，然后就妥妥当当的收进它的篮子里面，然后平时闲来无事没有东西做。就去打开他那个篮子，他的篮子上有盖着一个布哦。这个当然只是一个画面啊，其实没有真的篮子。就是说他回想，他翻开他头脑里面的记忆，回想他看过的那些风景。OK， 好，这一段呢，想要请大家一起来跟我朗读一下，好吗 ？OK， 好 ，OK， 老师读的有讲的有一点快哦，因为老师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录音没有办法的，你觉得很快，你可以停下来消化一下。好，接下来就是到了朗读的时段。为什么读呢？因为它写的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没有配合画面来看，你想这样一读的话，可能就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味道了。那请跟着我一起看字同步读了。闲来无事时，掀开盖在篮子上的油布，向内一瞧，看到吗？啊！我看到嫣红姹紫的花，以一束的繁盛来体现春的绚丽。好，这个就是说他打开他的篮子，然后有时候会在篮子里面看到春天。春天怎么收呢？就是他其实没有把春天收进去，就是把这个曾经看过的景象收进去了。嫣红姹紫这边这个我们没有写啊，就讲。你春天的时候，如果一个地方长了很多那个花哦，有树的花，那它长满了花朵，那花朵里面又有红的又紫的，就是说开得很繁盛的意思，很多花很多花，看过去就是红红紫紫很美，就很繁盛。
体现的春泥的绚丽啊，就是很吸引人的，很美丽的，都在他篮子里了。因为他曾经去那边旅游，曾经用眼睛亲眼看过。哇，这是秋天的夕阳，是吗？好，夏天的夕阳，对不起，夏天是橙色的。来读，我看到了夏天的夕阳，化身为刷子，江湖。江河修得黄澄澄亮闪闪，然后这个我读黄澄澄了，这是课文。我们知道了什么季节呢？我们都知道，像火那样 fiery autumn leaves， 好像要燃烧起来了。我看到了秋叶壮烈的自焚，而带来了满人间的秋色。那些叶子好像自己焚烧起来了，壮烈牺牲啊，为了让大家看到美丽的秋天。这也是他想象啊，他去过那些有秋天的国家，然后把这画面记起来了，改天他就可以好好的用来描写那些画面。最后，来到最后一个季节，我也看到了漫天飞舞的雪花，硬硬逼实不老的青山。白了头，漫天飞的雪花。这边没有写什么季节，可是我们都不懂。那个山本来是青色，就是年轻的，它都没有老，可是这个花雪花就逼它变老，就是给它变白色的头发。OK， 好，这是我们的那个，回到来这一页。好，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文章还没讲完，这一段我们讲完了。OK， 所以这边看回我们的课本。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都齐备了，要用的时候伸手往篮子里一掏，灿烂的景色有，就是说当你到处去旅游的时候，你不要只是顾着玩吃喝玩乐啊，不要只是拍照，有时候我们顾着拿相机去拍照呢，反而我们的眼睛没有专心的去看那个景色，好像有时候我们新年啊看到或者倒数的时候看到有人放那个烟火啊烟花，然后我们就顾着拿相机去录影。其实如果我们当下的享受，我们不要录影，没有眼睛去看的才是真的享受到的。所以就是这样啊。然后他讲他篮子里不只有灿烂的景色，还有那个萧瑟的景色，这个词也是有点深啊，我没有写。萧瑟的意思就是那种很凄凉的景色，惨淡哦。一般上就讲那种秋天的时候，或者是那一种很冷清的那种荒废了的那种村子啊，没有人的那种地方，就萧瑟的景色。不管什么景色呢，都从不缺乏实在方便，方便我写作啊。我要写景色，我也懂得写，就不会说下次呢，我要写说明文，要写那个描写文的时候啊，我写不到，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所以多多去收集。那这只无形的篮子呢，有个很可爱的小别号，它叫未雨绸缪。这个是那个作者帮他取的名。那等下有一道思考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哦。Okay， 好，接下来先说篮子里的素材，也许暂时用不上，但是有备无患啊。就像我把它记起来先，我脑袋哦容量不知道记得哦，可以记很多东西哦。那个作者啊，有备无患啊，记起来先啊，改天有需要就不怕了，会派上用场。所以把素材收进篮子哦，绝不耽搁哦，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身边哦，用你的心去发现身边的美好。那我也不会考虑这个素材啊，这个他讲的是我现在收集的材料，我记在脑中的东西。那现在眼前就是实际功能，说我现在记起来干什么？目前。我不管它有没有用啊，我说有用嘛，我就收起来，没有呢我就去看身边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就去挖来收啊，就挖来记起来。因为这我看这个作者真的很爱写作哦，相信一些爱写作的同学都和他有一样的感受，在写作的这件事，这码事就是这件事了，我绝不宁可绝景，就是说等到我要写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要参加一个作文比赛，我做完考试，我要做一个功课，做完功课，然后老师讲要写得好好，用多点形容词，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才来去想办法。他说，
们应该要平时去做好。那么呢，讲这个课文呢，我们现在来看我讲的那个思考题啊，思考题啊，可以在这边啊。OK，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啦，我觉得这作者蛮特别，他写了这篇文章，然后他把他的篮子哦取名叫未雨绸缪，好像有教育道德教育意义啊。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写作，同学们，你们认为呢？你平时是不是需要未雨绸缪呢？当然，你很简单回答老师问，你一定讲是的嘛。其实我会有这个思考是这样子的，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作家啦，我们平时不是常常写作的那个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未雨绸缪呢？老师没有一定的答案啊。当然有未雨绸缪是一定是好的。就请大家去思考，我们平时怎样去未雨绸缪呢？作为一个学生啊，或者其他职业的人，那如果你们是一个学生，你们写作文不是为了功课而写罢了吗？你认为？那比如说事前做准备啦，我们特地去，会不会写得不自然啊？比如说未雨绸缪，我去抄别人的文章，就说我先去看一看。就是说要抄人家的这个算不算是未雨绸缪呢？当然这篇文章不是说抄，它是用眼睛去观察啊，就是说提早去准备，特地去看，为了以后有东西写，今天特地去看啊。你觉得如何？还有就是那换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老师会让同学们去抄那个优美语句啊，我没有让你们做啦，不知道你们的家长还是你们其他老师有没有让你做这个东西？我没有说这东西对还是错，这是一种学习写作的方法。那你觉得抄优美语句，以后把这个优美的语句直接套用在我们的文章里面，这样子又算不算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做法？是不是一种素材的一种写作材料呢？老师没有一定的答案，那你可以跟你的父母讨论这些话题，你可以和你的其他同学讨论这个话题，和你补习老师讨论这个话题都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走出门去旅游，我很少出门去别人和别人打交道，那观察可能有观察。那比如说我在家，我爱阅读很多文学作品，那我阅读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一些故事啊，或者得到一些启发、一些想法这些，这算不算也是在累积素材呢？这个给大家一个思考一下。OK，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下一个活动是，好的，OK， 回答 quiz 的问题与理解有关哈。所以就像我就讲到那个这边。OK， 老师也已经发去我们的 Facebook 有一个这样的图案，就是有一些同学之前有用过了，相信有老师给他们用的，然后发布了这个无形的篮子的理解回答问答游戏，就请你们点一下，然后你们回答了请在下面就是那个 reply 我一下，说你们回答了。 OK， 你这个我是请大家先读了课文了才来作答的。 OK， 所以你点击的话，好的，然后呢它就会把你带来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呢你需要输入你的名字哦，请同学们用你的马来文的真名啦啊，因为等下老师才可以看到谁在下面作答。那它是一个有 ranking 哦，有排名的那个游戏来的，可以给老师看一下你们的那个理解。比如说我打我的真名马来文名，你按 start game，然后呢他会要求你用，你必须有一个 email address 因为你作答了，然后有一个记录啊，所以他一定要有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有自己的私人 email 也可以，如果你没有 email 呢，你可以用我们的学校的那个给你的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 email， 就是那个 m-dash 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个按在 Google 哦，那个是属于 Google account 来的。好，那 OK， 比如说就用那个吧， OK， 这是我的
账户，如果你没有，你要重新输入啊，然后输入你的密码，给输入你的 email address 的密码，所以就有了咯。然后过后就按 start 了， start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那个email 在那里，等等，不知道有一个应用啊 ，OK， 然后你就回答，先点一个，这个你们去去探索一下，然后你总共有，你看这个左上角这边有显示有总共有12题，你答了多少？这题目已经有点跳乱了，是不是？好 ，OK， 这个是题外话，你达成了过后呢，你会看到你的那个 ranking 排名第几这样子。好，然后回到来我们这一个下一个，OK， 好，你答完了问题过后呢，你现在可以停下来去玩也可以，没关系。那如果你要继续看我们这个 YouTube。这个影片哈也可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生字新词，请你准备好你的生词表，我们主要看右边古词的讲解，我们有11个生词啊，生字，希望可以讲解顺利哈。好，请看你的蓝色皮的那一本。OK， 我这老师的电脑版，之前我用电脑做，就是空的，你的是有字的，好，我的电脑版，你不要管这个。那这是第九单有新的包包袋，我放大它。OK， 我们聚焦在右边，反正我们现在在家里上网那么多时间，你可以然后跟妈妈讨论一下怎样安排好时间，你要分几天看也可以，你一天过看完也可以。我这个影片，请同学们自己做来，这个是上一个，来这个。自己去做哈，自己去圈出错误数，然后填正确的，像平时那样。那开学如果有时间，我们才讨论哦。OK， 好，文章数哦，刚才我讲的数就是那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古数的东西，所以它可以配很多数，金的颜色啊、素色啊一样的哈、素食啊，简单的食物，素颜啊，素颜这个我相信女生们比较常听到，现在流行用语了。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化妆，他的脸上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妆容特地去化妆，简单素颜。素描就是说那个 sketch 哦，是吧，这类似 sketch 这样子。素描有些同学可能有学过素描没有，就是他相反的，就是说我们去绘画，如果我们画那个很涂颜色，我们上色的话才会。那相反，素描就是你拿着一支铅笔或者一支炭笔啊，或者是钢笔，快速的把重要的东西简单的画出来。啊，古树啊，古树的东西啊，简单的。当然，他们后来就延伸了一些别的词语，树就变成一个最基本、最小的单位，小小样的东西。所以色素就说，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色素，小样的颜色。这东西里面有什么毒素、什么成分？然后维生素、维他命的成分，这个素来就更加是别的意思了。素来就向来的意思，这个人生的新的意思。他素来都不喜欢和人去吃饭啊什么。素来就向来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很简单，譬呢，它只能搭配这几个词，就是譬如、比如这样意思。那个譬喻就比喻一样意思的，跟谋我们讲了，用嘴巴去讲话，给人家一个方法，智谋啊，计谋啊，谋略是 strategy 啊，策略一样的。你玩 game 有谋略，有策略，谋取就是用方法去得到，谋求一样。谋财一般就是有一点贬义哦，谋财，我们好像说那个。有那个抢偷那个抢劫的人啊，打抢谋财害命，拿了钱还要杀人，谋财。不谋而合是讲两个人，他们没有事先商量过怎样去做一件事情，可是等到他们两个人一开口一讲的时候，竟然是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意见，就代表两个人不谋而合。然后这个谋杀我们都懂。素未谋面，素就是从
所以向来还没有见过面。啊，这个粉你可能找他见面吧，就是说两个人从来还没有见过，素未谋面。好，第四个闲暇，你怎么暇就有空了，空暇哎，无暇就是没有空了。应接不暇就是你要处理一个东西，没有时间处理不来。目不暇接，你的眼睛啊赶不及去看东西，太多了，太丰富，好多很奇特的东西，你的眼睛来不及看。好，妥当，妥就是适合的，好好的，妥帖，妥善做好，妥协就是一个东西本来我们不是很愿意跟从，我们妥协了，不妥就觉得你觉得对劲，一个东西这样子好像不对了，先拿起。打开来先起动。好，这次已经讲了邓啊，邓泥浆、邓沙，这个我就不细讲。澄清，你可以去查词典啊，如果你想要了解什么意思，你可以上网查。然后澄清啊，跟你们老师讲，有两个字，当然文中文变调读成邓啊，邓。好，焚烧、焚化就烧了，焚身。焚香就是说在家里佛教徒的印度人的信徒教他们会烧香焚香，心急如焚就是那个心很急，急到好像心灵被火烧掉的，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这个焚化哦，就是把它火化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那个焚化，好像家里有拜那个他们拿那个元宝去焚化，或者是那个有人去世了他的遗体去焚化。好，乏，缺乏的乏，乏味，乏就是没有嘛，缺少的意思。乏味就是讲一个东西没有味道的感觉，它通常不是说一个食物没有味道啊，它是说好像没有什么滋味。比如说读一本故事书很乏味，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好像你听刘老师现在讲的课讲了那么久，可能你也觉得很乏味。不过没关系啦，你可以分很多次重听，慢慢的听，一点一点听都可以。好，贫乏就是缺少一个资源啊，穷啊，是什么？疲乏就是很疲累啦，缺乏精力啦，没有力量，乏困，很眼睡的困，乏累啊，乏倦一样意思的。好，最后两个，快乐，暂时 ，OK。Temporarily 短暂的暂，一直读翘舌，应该是平舌，暂时、短暂、暂停、暂定。暂定的意思是暂时这个决定吧。OK， 暂缓就是暂时慢下来，像我们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上课啦、课外活动啦、比赛啦，全部都暂缓。暂且就是说，你暂且别做，我先去问。问确定了再告诉你，你先知道啊。暂且就是暂时的，差不多一样意思。暂缺，暂时缺少，暂缺。啊，最后一个耽搁，耽误了。OK， 就是我们被耽误了。现在，可是我们只希望全世界人民都好好健健康康。耽迷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用，沉迷一个东西而耽误了你的学业。好，这个为什么我放在可能是宽嘛？因为这个歌，另外一个是歌，歌提手旁，歌的意思是说把一个东西放下来，好像我们有时以前看人家写那个信啊，写给好朋友，他写到最尾端，他就说，我的信就写到这里，暂时搁笔了，就是把那个笔放在桌子上，放在纸上，不要写，放下来，搁置，因为现在我们全部人休假放假。所以很多工作搁置着了，放在那边没有做。那搁浅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一个搁浅，比如说一个鲸鱼啊，有时候我们看那些鲸鱼环保的课题，因为海洋污染啊还是什么，它自己意外死亡等等，那它然后就被海浪拍上岸，然后那条很巨型的鲸鱼就搁浅在岸边，搁浅在海岸边。搁下就放下，搁下笔就是搁笔啦。OK， 这个歌呢，它顺便说还有另外一个音读成"格"，这个我们比较少用啊。
中国那边会比较好一点效率，隔得住吧，顺利点。好，这个我这边没有东西的，你们的应该下面是有那个笔顺啊，请大家注意看笔顺，接下来写什么字来写好。好，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可以去小河边或者去喝个水。好，我们回到来这边第八项，写生词。OK， 这边自行操作，没有东西给你，只有你请用你的生词簿去写生词11个，给我们的生词表，请把这些都写下。OK， 这一个可能有同学问，哎，它的标音是噔噔，对吗？没有错的。你如果觉得你要把它改成噔噔也没有错，为什么让你写噔噔？是因为它原本的音读成噔，我们学这个字呢，我们就学它原本的音，你要改成噔噔也没有错。哎，好，写字啊，我们开学才看几次听写，不管它。好，接下来关联词语不仅还一旦变，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课本里面哈，课文里面有这个关联词语。然后这边也有讲到要学，在这边我们的课本第67页，那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比较容易看。好，关联词语不仅还，就其实这个不仅呢好像很难，很简单的了，就不但罢了，意思就是不但，差不多一样。课文里面呢是这样的，和别人谈天时，我留意的不仅是对方的谈话内容而已，我还仔细观察对方的衣着，其实应该很简单，不只是的哈。哦，这边它不是不但是，而是应该是不止吧，不止。OK， 还哦。那如果我们用来造别的句子，像现在这个期间啊，我就造一些例子给大家看。行动管制期间不遵守规则的人，不仅会让自己提高感染病毒的风险，还可能会把病毒传染出去，害到别人，不仅害自己还害别人。再举个例子，出外添购食材时，妈妈不仅戴上口罩，还戴上了手套，以便能更好的防疫。不止戴手口罩，还戴手套，这样子应该都很简单啊。OK， 好，第二个。一旦变，文中的例子，一旦你要为你的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时，平日搜集起来的这些资料便可大大的派上用场了。一旦就是当啊，或者说如果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就怎么样了。那我再举例，我还是讲这个例子，行动管制期间，一旦你被警方发现理由不足的在街上乱晃，便可能会被罚款的对付。一旦你乱晃被抓到，便可能会被罚款。再来还是这个，一旦疫情受控制，病患人数大大降低的话，我们便可重获自由，开心上学去。一旦疫情受控制了，我们准时解禁了，我们可以就是说下个星期三了，我们可以重新出门的话，我们就很开心了。这个半为什么放这个半呢？因为没有完全自由的，当我们解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遵守，要小心，还是很多活动不能进行，只是半自由，就是题外话。OK， 好，就快来到最后的部分了，差不多了。OK， 讲完了。什么叫差不多呢？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请你回去做，请你回去做华文作业单元9的练习，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OK， 好，所以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为止，请谢谢大家收听，然后我期待我们开学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希望所有的同学都已经看了这个老师的教学影片，也做了老师给的 quiz， 还有老师给的那个产品这个活动，还有你也做了你的生词，你可以读一读，准备开始听写啊。然后不要忘记我们的周记也是要写，然后呢我看应该是要给你们写两篇，我就直接讲一篇，那这么长你可以把这个禁止出门期间发生的事情把它写在周记里面，我们可以写两篇，好，就这么说定哦。谢谢大家聆听。